谢谢。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吗？有。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依莱，然后我们就简单来讲，就是想要做资讯分析，因为在整个网络上的资讯里面，主要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假资讯和偏颇资讯。那我们希望可以解决偏颇资讯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尝试了用一些方式。所以我目前的专案内容主要是想要第一个是用立场的互动，就是各网友可以在上面对于这个文章去对他去做一些立场的互动，觉得说他可能偏蓝或偏绿或偏中共，或者是说偏劳工，或者是偏资方之类的，或偏环保 ，anyway 任何的那个立场，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立场互动之后的话，大家在刚进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说，原来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资讯，它的立场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式，就是用立场互动。那第二个方式，当然我们希望说，未来我们会对于每一资料多的话，我们会对每一个那个发布资讯的人，不管是某某新闻或者是某某 ID 呢，我们会知道他旧有立场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就会假设说，他现有立场可能会偏向什么样的状态。那第三个就是说，ID 或者是说发布的平台嘛，他们彼此可能会有一些相关性，所以时常分享的这相关的资讯的人，他们可能立场就会偏向什么样的立场。大概简单逻辑是这样。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开始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想要避免说大家都在不同温层，然后在异温层，那在同温层的时候大家很开心，在异温层的时候彼此很容易不了解，然后容易造成像现在社会的一些状况，就是说现在疫情的状态下，大家就很容易就互相谩骂，或者不了解那个各个不同温层他们的思考逻辑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。那目前我们开发一些东西，然后主要现在就是 UI 基本上是好了，但是我们的那个立场互动目前正在做那个开发。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找到就是爬虫工程师、NLP 工程师，还有前后端案工程师。那我们目前因为后端工程师本身比较忙一点，所以我们现在缺一个把前后端接起来的那个工程师。那我们其他的那个工程师伙伴都有，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人。简单来讲就这样。那后大家的话就是说，当然可以点这下面有一个那个主要的文件连结，或者说直接加我的 LINE， 或者是说加我的 Telegram 都可以，然后直接跟我联系。然后等一下的话也可以到12号房，然后我们可以聊聊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。